Hello， 现在来到了石廊的右边，等一下就要去找下面的沉箱，潜水人俗称的亚特兰提斯，还有十字架。最后我们会到小丑岛。那沉箱呢，其实就是人为的因素啦。那十字架也是啦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当作海成为海的基底，在上面会有生物的生长，有一些东西就没办法，像是这里非常多的垃圾，伤心欲绝，因为离港口很近，等一下回去的时候会顺便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。台湾人加油。失温，然后大家看到我牙齿在，就把我拖上来，然后老师就生了一个火，这个火非常厉害，风这么大，然后还可以生这么大的一个火，老师一个半道人，笑一下，这是我的生活。好耶，我们绿岛最后结束了，我的潜点到今天告一段落，耶、yeah! ，我会爆炸了。